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鬼话连篇。最近白叔呢喜欢研究一些花里胡哨的各种黑科技啊什么什么的，突然发现现在各种 AI 绘画软件可真不少啊，什么老婆生成器，什么一键上色，自动提取线稿，风格滤镜合成什么什么，各种各样的。我怎么突然感觉自己要失业了呢？比如像这种一键上色的网站 Petalica Paint， 推荐这个是因为性能比较稳定，也不用翻墙下载什么的啊，只需要在网页打开就可以了。我们导入一张线稿，它就能自动上色。记得线稿呢最好是干净的，闭合明确的那一种，上色效果呢就会比较好。这里有三种上色风格可以选择，你还可以针对局部来重新选择颜色。比方说我想要粉色的头发，那么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颜色涂在这个区域就好了。当然了，还有像 Art Breeder 这种通过合成图片和调整各种参数来生成新图像的强大网站，真人的二次元的都可以。那么就有些小伙伴就开始担心了，哎呀，现在人工智能那么强大，会不会有一天会取代我们画师的位置啊？不用担心，因为呢，你让电脑自动画一个纸片人老婆头像，那还比较容易。但是像这种游戏角色，一些比较完整的场景、人物插画 ，AI 呢想要达到这种水平的设计、色彩、创意，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。要知道，高端的画师在业内永远都是稀缺资源，年薪几十万，单幅海报高达十几万也屡见不鲜。反过来想呢 ，AI 其实是可以服务于画师，解决一些效率和灵感的问题。机械能够做的就是一些定量的判断，有规律性的、可模仿的，提高生产效率的事情。如果你只是机械的、不动脑子的去做一些重复的事情，那么未来确实很有可能会被淘汰哦。就像现在的广告海报，一个技术平平的美工，或许还真不如某个网站的一键套用模板来的好用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这里是鬼话连篇，下次再见。留言你想要看的选题，说不定下次就是为你定制的视频啦。